大家好，我是玩炉石战记的罗杰。然后就是，其实你们如果没有接触惯这款游戏，然后或是你曾经以前很喜欢玩纸牌游戏的话，就不妨试试看。但是就是炉石战记有一缺点，就是可能女性玩家比较少。哎、欸，其实一路走来，真的也是偏少女粉丝找我拍照、欸，到现在应该不到十个吧。一路走来是怎样？三年？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女粉丝，他不找你们拍照，你们我说我家医生跟制服是在哪里？你妈他妈是打洋场的都这样子，他有都被拉出去，然后我就不用打。没关系，玩游戏本来就是自己玩，玩得开心就好。如果你当你自己觉得无聊，然后需要打发一点时间，然后想动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玩看炉石战记。然后我也会在炉石战记，然后你搞不好可以遇到我。谢谢。好可怜，遇到你玩家。